七零年的他，南平的心结要喝半途而废吗？圆滑时光怎么与一人谈心一世学会吗？浮云绕过怎离场最优雅？能学懂幽默的向地球退步吗？有没有想过放下归还人生多出一切涉嫌上路吗？九零年的他，祈求于多变恋爱学成无伤太雅，平衡大道中学成幻沙，也有气力成家，尽大众一点品味吗？明年如碰着一零年的他，有没有资格令人既敬佩且惊怕？为时未晚，命数未有定局，还看造化。一零年的他，成人的这个角度太难成计吗？电玩很多，怎可以不用做好功课就去打？求情是学会，假如能问一下，模样怪口就将那大人说服吗？千莫说几岁太笨，早就学识使出可爱，个个放他一马。不同年的他，人人都很多功课，未完全毕业吗？平衡大道中学成幻沙，也有气力成家，是半生标准主题吗？来年如碰着三年的他，有没有资格令人既敬佩且惊怕？为时未晚，命数未有定局，还看造化。快乐也可以学吗？最后只知道要苦修对吗？但也必修对吗？笑该死也要学会它。悠悠长作业不同年的他，人人都很多功课，没人能有学好吗？平衡大路中学成幻沙，也有气力成家，就算进抄功课也累到垮。来年如碰着三年的他，有没有资格令人既敬佩且惊怕？为时未晚，命数未有定局，而同学你六岁或五千岁，还看造化。